罗高福音第四章，咱要对第一节到十四节。耶稣受圣神充满，对约旦河过来，和圣神带伊伫旷野四十日久，和魔鬼试伊。在这个中间无食什么物，后来就邀魔鬼甲伊讲：“你若是上帝子，就叫这个石头变作饼。”耶稣伊哩讲，有记载讲人。这我不是我可变，魔鬼佫带伊爬上天，一望呢久用天下万国予伊看，就甲伊讲，这一切的权佮因的荣光，我要予你，因为这的已经交予我，出在我要予甚物人予伊，所以你若拜伫我的面前，就拢总是你的。耶稣伊哩讲。记载讲，就拜主耶上帝，独独服侍伊那边，佮带伊到耶路撒冷，互伊徛伫圣殿的尾楼，甲伊讲：你若是上帝囝，就对遮家己跳落去，因为有记载讲，伊要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保护你，佮讲，因要用手扶你，免得你的脚着搭着石。耶稣伊哩讲，有记载讲，无得弃主耶上。魔鬼已经尽各项的事，就暂时离开伊。以上是上帝话。拄只伫英语的讲道，我有开始问一个问题。我想台语的讲道真公平，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是无相的问题。恁感觉家己应付压力的分数怎样？应付压力，恁若伫压力高的中间，恁的表现是镇静自在，还是非常的疯狂紧张？这就是我咧问的问题。恁伫压力的中间，恁的表现怎样？恁应付压力的本事怎样？老实讲，我本来对家己吼应付压力的本事吼有小可自信。究竟我是做牧师嘛？压力的场合非常的多。不过自从我读到一篇的新闻报道了后，我就感觉我事人非常的多。我讲的是 CNN， 2020年，较无两年前，2020年10月11日的新闻报道，你会当去 Google。2020年的 CNN 10月10日的报道，这个新闻的主角是一个叫做 Brianna Hill 的女性，伊迄阵是 Chicago Loyola 大学法律系的应届的毕业生。伊迄年大天亮，伊毕业了后，准备要考 Bar Exam。Bar Exam 你拢知，就是要做律师。就要通过的考试，律师的资格考试 Bar Exam。 他在2020年的年初发觉说他怀孕，不过根据他自己的计算，到 Bar Exam 如果在热天人举行，那时候他的怀孕差不多是28星期，所以他感觉说28星期的怀孕来参加 Bar Exam 应该没什么。没想到讲，现在就发生一个 COVID-19 的疫情。COVID-19 的疫情，让 Bar Exam 延后，延后到当时，不是热天人，延后到2020年10月才举行。迄阵，这个 Brianna Hill 的怀孕已经来到38日，已经非常接近伊的生日，随时拢总有。临盆生产的可能。Bar Exam 怎么考？ Bar Exam 是 online 考试，分两日举行，一日考两节，一节90分钟，所以四节，一节90分钟，总共360分钟。考试有人监考，你袂使离开，一步都袂使离开你的电脑，惊你作弊，所以有人监考。
Brianna 伊有参加考试，不过真不幸，伫第一日诶第一节九十分钟诶时，伊诶羊水就破，water broke。伊非常诶震惊，但第一节九十分钟考好了。所以伫休困 intermission 诶时，伊敲电话互伊家己诶先生，敲电话互伊家己诶妈妈。佫较重要，敲电话予伊个另外一个助产师，准备要甲生囝。Brianna 敲电话予助产师问，甲问讲，伊敢会当佫继续考第二节个考试？助产师详细问伊个情形，甲讲你若袂，你会当考。毋过我爱甲你警告，你伫即个九十分钟个中间，你可能会经验 early labor pain。你知影开始准备要生产，你的腹肚就开始会痛，每几分钟就会痛一摆。伊讲你的考试，你安尼要考吗？不然那迄个真正从第二节考了，迄日结束，伊才赶去病院。伫病院非常的顺利生一个 baby boy。过当日。虽然 Brianna Hill 规暝拢都无困，伊还佫因为生产的关系，医生讲伊流非常侪的血，有即个贫血的现象。Brianna 伊伫产房的病床顶悬，完成最后两节180分钟的考试，竟然继续考伫产房，伫迄个90分钟休息的中间，伊还佫饲个 baby。大家敢知影奇妙的是 ，Brianna Hill 顺利通过 bar exam。各位兄弟 ，Brianna Hill 这种人，互人去听了这种故事，互人听了是非常怨妒，敢不是？有人讲，迄不是怨妒，迄是怨妒。Don't you hate people like this？ 伊会当做这种代志，不但 bar exam 一考就通过。伊还佫有时间，还佫有精神通生一个囡仔。最近咱拢可能你捌听过一个新闻啦吼，日本的一个公主，珍珠公主伊个身世，叫做 Komuro 小事吼，小事吼 ，Komuro 伫纽约在考 bar exam， 已经考一摆无过，我唔敢将这个消息予伊知，伊若知影。这个 Komuro 一定会气到吐血，伊安尼专心准备考袂过，人咧生产，伫生产的中间去考。我听到这个 Brianna Hill 伫压力歌的中间的表现，我不得不承认，应付压力这件代志哦，实在是天外有天，人外有天。我感觉讲家己应该袂歹啦。还有那个更加厉害。今天咱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四章，就是耶稣在压力锅中间表现的故事。讲较简单就是安尼，耶稣有一个压力锅在伊的身上。压力锅是啥？圣经讲就是伊伫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你若对路加福音第三章读到第四章，你会发觉耶稣的心情，那亲像在洗十分钟。念伊少，念伊少，念伊少。路加福音第三章讲耶稣受洗礼时，天开，有圣神降临伫伊个顶面，形状亲像鸟，佮有天对天有声来讲：“你是我所听的囝，我欢喜你。”上帝的声音，你是我所听的囝，我欢喜你。我想耶稣即阵的心情一定非常的好，一定非常的兴奋。上帝对伊讲话呢，你是我所听的囝，我欢喜。不过你若读到第四章，情形忽然间180度的转变。圣经写讲，耶稣对约旦河回来，去洗礼回来，听到伊上帝甲讲，你是我所听的囝，我欢喜你。对遐回来了后，互圣神带伊伫旷野里40日受魔鬼的试探。对上高的山顶忽然间，落下来。地狱的所在，伫旷野受40日魔鬼的试探。
我想讲到遮，逐个人会讲，稍等下哦。牧师，你讲圣神带耶稣伫旷野，互魔鬼试。圣神带耶稣，互魔鬼试。牧师，你敢有讲唔对？我无讲唔对，这是路加福音所写，毋是你阁读一摆。我伫遮安尼讲，不但是耶稣，每一个圣经受上帝重用的信仰为，拢有因的旷野的无，拢有因伫旷野的时刻，拢有因惊吓痛苦，质问上帝，甚至怀疑上帝，亲像上帝点点拢无出声，甚至那像个无存在的经验。每一个圣经受上帝重用的信仰为人，拢有这种的经验。外久的来讲，因拢捌伫压力高中间。我兄弟路加福音讲，伏魔鬼起的压力高是圣神的作用。我想这有两种的意义。今仔日我讲到的重点，这两个意义。第一，既然压力高是圣神的作用，既然是圣神带耶稣去压力高的中间，所以这个压力高。啊，是讲刺，魔鬼的刺啊，或啥物种的刺 ，temptation， 这毋是上帝刑罚，有人讲这是上帝 punishment， 毋是，圣神的作为嘛。反正这是上帝稳定，所以我今仔日讲到讲压力高中的稳定。咱伫压力高中间，其实是有经验上帝稳定的可能。压力高是上帝培养。上帝陪伴伊所要重用的属灵的领袖的工具，我讲圣经内底每一个，有名有姓，叫会出名的，今仔日予人钦佩的信仰伟人，拢有伫压力高的经验，拢有受着试探的经验。因为压力高是上帝要培养陪伴伊的属灵领袖的这个方式。上帝上重要的事工，上重要的事工。只有保留予捌通过旷野压力过试验的人，圣经你甲读就是安尼。上最重要一个人吼，伊爱先通过这个试验。所以咱中间有人想要为着上帝做啥物大诶代志 ，get yourself prepared， 你爱准备啊，你爱有心内有准备，有压力过咧等你，有旷野咧等你，试探咧等你。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第一个意义，第一个意义，那不是 punishment， 那是上帝在陪伴你。第二个意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试探、在压力过的中间，咱要注目在上帝永远的旨意 ，eternal goals of God，eternal purposes of God， 上帝永远的旨意，要将咱的精神放伫遐。唔通让眼前短促、非常短促的成就来引诱，唔通用迄来满足眼前短暂的这个成就来满足。比如一个足出名的作家，也是演讲家，本来在做 sales， 后来伊怎啊改行，专门来做演讲。伊的名叫做 Zig Ziglar。Ziglar。伊捌讲一句话，我非常的赞成。伊讲 ，the number one reason people do not reach their goals， 伊讲人吼无法当达到伊的目标的第一个上重要的理由，上大的理由，第一个 number one reason why you cannot reach your goals is that they trade their almost for what they want not。因为 they trade what they want most for what they want now， 因为因将因上帝爱 they want most， 就是因一生的目标嘛。因用迄个去换 they want now what they want now， 就是讲我现在当得到，我现在当得到的成就，我用迄种较长期的、较大的，我一生所要追求的，我用迄来换这现在。What they want most, traded for what they want now.
所以你无法度通达到发有无，因为你拢互即个发有无那来取代。我感觉 Ziegler 即句话完全来点出耶稣的三个试探重点。魔鬼咧试耶稣，基本上安怎试？就是要耶稣何发 ？He wanted most。来 trade 来换 what he wanted now， 三项的 wanted now， 什么是三项的耶稣有可能的 wanted now？ 耶稣现在就会当满足的需要。第一项，耶稣有可能因为伊进价四十日嘛，圣经写四十日就腹肚枵嘛，圣经写腹肚枵，所以魔鬼的建议，第一个 want now。现在你就会当得着，我那，就是把这个石头变作饼。你即卖现变，现到你的问题解决，你会当得着啊。What do you want？ 你要爱无 ？If you want it now, you can get it。第二个 want now， 就是耶稣有可能认为，上帝国可能就是世间的国度啦，吼。可能是罗马帝国，可能是什么种的国，所以魔鬼建议的第二个 want now， 就是你若拜伫我的面前，天下万国的权甲因的荣光，我拢要予你，这我咧管。天下万国的权啊，所有的 kingdom， 所有的 power 拢是你的。你唔是要爱上帝国吗？上帝国敢要 power 吗？我现在就会当予你。第三个 want now， 更加严重的，耶稣有可能嫌十字架的路伤过辛苦，吼，行十字架受苦的路，要拯救世间，一定有更加简单的方法，有更加紧的，有 shortcut， 有更加吸引人的方式。你要吸引人来归你，哇，十字架它有可能。所以魔鬼建议的第三个 want now。对圣殿的买了条话嘛，上帝要为着你命令天使来保护你，用手来扶你，免得你的脚踏着石嘛。你若表演一出的新业，安尼就小卡啊，吸引那正人来归你啊。你这不是你的目标吗？唔免 want most 啊，唔免等以后啊，甚至唔免惊是咪假啊，即马就会当吸引正人来归你。各位兄弟，魔鬼所建议的。三个上帝国的替代方案，耶稣最第一爱的是啥？伊 want most 是啥？就是上帝国实现伫这个地面上，就是大家人会当照上帝的旨意，大家人会当甲上帝关系会当和解。这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迄是伊的 want most。不过魔鬼建议三项 want now。三项上帝国的替代哦，你无感觉魔鬼的建议拢足 relevant 吗？足卡达实地吗？足甲你切身有关系吗？足 practical 吗？足实际吗？足 make sense 吗？足有道理嘞！这三项拢足有道理。等下来讲话世间的物件引诱吼。绝对引诱来到咱的面前，绝对不是迄种你听就无道理，你听就无爱啊！不是引诱拢总是迄种你听就足 make sense， 你听就真正足对。嘿啊，我以前咧想啥，我迄种目标是咧啥，我眼前就搁较简单了，足有道理，足实际，足 make sense， 足 relevant， 确实。这三个替代方案，这三个 want now 足，确实是非常 irrelevant， 足 practical， 佮足 make sense。不过这三个方案拢有一个共同点上，有一个 common， fallacy。三个有一个共同的点上，就是这三项物件拢只有互你达成眼前的成就。唔过，无互你无法度达到，佫较久长上帝永远的旨意，无法度通实现。
你当会当实现眼前的这个目标啦。我想咱拢知影耶稣的答，耶稣的答案，我唔免 repeat。三种的往脑的伊的回答，三种虽然无同款，不过耶稣的回答基本上就是，我无爱用往脑 any 往脑，任何的往脑来替换我来世间的往脑。这就是耶稣对三个哦试探的回答。耶稣有通过压力的一科。今仔日是Lenten Season Day的主题。我邀请咱大家伫过过来六礼拜中间，四十日六礼拜中间，我邀请咱大家人来甲耶稣同进入压力的。我要邀请大家人来甲耶稣同伫旷野。遭受迄种同款的考验，我有讲，这个压力哥是上帝的，为着伊要重要的工所准备，搁较重要，是伫这个压力哥的中间，搁过下六礼拜中间，我勉励咱大家，我 urge you， 鼓励恁大家，呼吁咱大家，不管压力是啥。唔通用 want now 来换 what you want most。你呐不安尼做，你袂当通过压力高的考验。唔通无论伫啥物种情形，唔通用 what you want now 来换 what you want most。三加阿头来记住。主，我感谢你。不但你伫阮的生活有你所享受的福气，有你的保守，有你的同在，有时你也通过压力，通过试验，要互阮搁较坚强，要互阮搁较偏调伫你，互阮会当看别人的需要，会当替你做搁较。有意义的事情，有时我感觉这种时阵是我无爱做，感觉这是不幸。今仔日耶稣伫旷野的故事，我们知圣神的引带，所以这检采是一种的稳定。求主你予我伫过过来六礼拜中间，也是几年的中间。甚至是一生，予阮无论伫啥物种的逆境，阮无用阮的妄脑来换阮的妄梦，因为阮的妄梦甲耶稣的妄梦相像。毋忘你的上帝国会当成就伫地上，阮愿意为着这来付出。我们来困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